啥也没有，拿个女神泪吧。完了，这女神泪又只能黑白魔了。为什么我的摄像头这么往上，居然没有人告诉我？还什么没？我都没吃鸡儿呢，我吃把鸡儿，今天必须得吃鸡儿啊！是的，是。什么变异？这个变异好像没什么用。这把很明显啊，薅着来的多，说明什么？不是薅着。炼金青钢影来的多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想让我拼多多，我们直接三星雨量级、直接三星雨量级拼多多来了。暴力是了结的手段。来，就一件装备啊，狙神。这一件装备能玩啥呀？狙神，保镖狙，保镖狙。现在我们动吧。这个没问题。女枪应该是站这里。算了，女枪还是站这里吧，站这里。我靠，就一件装备啊。啊，吃利息吧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上个三妖德尔人行哈，扔了吧，也没啥用。不要让我的锤子陷入疯狂。我来抓你。20块了呀，我这上来直接20块钱，谁有我有钱？没有 ，everybody， I'm rich， I am rich。非常的富有。在哪儿行动？少1块钱啊？那大头啊，大头也没什么用。打
谁都是输，撇了吧，直接卖了得了。猜，可以猜。要不然别拆了也行，容易死。给把大剑吧，发什么问号？耶，一件装备，这把已经没了。那怎么办？那我一件装备没招啊，就给一件。其实按道理来讲，给一件装备给的英雄跟钱就会多，你知道吧？这都是相互的。你看我们这钱，看见我们这钱没？龙刀要不合了得了，给了得了，给你吧。这老有钱了，这钱我40块钱。二杠五40块钱，有任何一个人能到40的吗？没有，啊 ，nobody， 别喝，我就喝，没问题，兄弟们，我买了个小螃蟹，这个螃蟹跟我的脸一样大，这个螃蟹啊，没有我的脸，跟我的手一样大，这个螃蟹老大了，嗯，攒最多的钱，挨最狠的打，没事儿，那小问题。我建议滑着走。几只？不对吧？是不是数错了？马上开始连胜啊，看好了，马上开始连胜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这装备，引线再燃烧，引线再燃烧。女枪先卖了，不要。为了我们的连胜，先给他合个鬼书。我的血量已经支撑不了我多长时间了，我不可以再继续输下去了，再继续输下去我的人就会消失。虽然我们保镖局，但是我还得是给他合个鬼书。狙神先不要了，一会儿再说。经过我的计算，一会儿再说。现在要不了，现在要狙神我们就得死。这把不行就不要女警了，不要女枪了，这把不要女枪也可以。这把在保镖狙，
再这么上我就得死，没有血了。马尔扎哈装备必须得合了。或者我们先给他一种我们要玩那个黑白魔的这种假象，你知道不，给这个发牌员。然后呢，哎，我们突然一手白嫖进，然后他以为我不要，其实我是要的，他就上当了。靠，这都赢不了。哎呀，这家实在是狠的。居神之槽啊，我现在要不了。要了我就得死。挠痒痒一样。潘多拉可以，潘多拉可以，潘多拉可以。潘多拉百宝袋。你这除了眼泪就没别的能给的东西了，是不是？潘多拉，那潘多拉随机变啊，随便啊，这也可以变嘛，这可以用鬼叔给他变一下子，这个极速之矛给他，你给女枪吗？有劲我们直接就拿，有没有劲？我其实我现在我插个四黑魔，现在保血量，然后升级拉人口，我这人口已经很快了，现在我七人口升得特别快，没几个七的，拿个拉克斯吧。拿个拉克斯，拿一个贵的，经过我的计算，以我的质量拉到八应该没问题，我觉得。以我们的质量打到狼，我们拉到八正好。一般打到狼都是拉到七，而我们直接拉到八，你知道吧？他们在打狼之前的质量不会太好，不会太好。别拉我拉克斯啊！哎呀，能不能碰点稍微弱点的人儿？人家那永恩都来了，你别让我碰这人呢，我接受不了啊！这是不让我活呀！我一看，你不能碰点弟弟的吗？你这老碰着第一名，这谁受得了啊？你碰个倒数第二不行吗？
让我稍微的回点血。我从不妥协。这个没问题，我会保护你。经过我的计算，差个劲呢、啊！保镖狙没狙呀、啊！什么时候开杀？我们出发吧！我可以闻到你身上的死亡气息。尽力了，兄弟们，没办法，没有狙，保镖狙，拉巴没有狙，一张狙没有，只能再见。啊，只能是再见了。咱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狙，很奇怪。